气血翻涌，似是中了催情之药。这小秦宫的妈妈也太不是人了，年老四衰又伤得这么重，他还用药逼你接客。来，想不到本王家人长得像一个小官儿。王爷饶命，我离家远行也是为了进京赶考，给小人走个后门，也不算过分吧？来。王爷生得真好看，小人从头到尾是定王殿下的人吗？住在隔壁是因为爱慕王爷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房间说定王殿下不能人道。王爷，小人是个大夫，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，下官可以帮您生女儿。我们穆家有不少壮阳的秘方，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可以便宜给您治。哼，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俏。 小心掉脑袋！我这条腿还够得高。行了，你若考不上，本王养你三年。要是一辈子都考不上呢？那本王养你一辈子。在没有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命就像泥潭里的枯枝，苟活于世。你就像这天上的月亮，我从来没想过，这明月会照向我。 一甲第三名穆卓华。本朝律例，女子婚嫁之后不可再担任官职。穆大人，是辞官还是割舍私情，您终究要做出判断。可本王是他的外室，是本王对穆大人一往情深。本王深知穆大人的志向，不愿意婚约。 束缚昆仑羽翼，只要能陪在穆大人身边，即便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外室，本王也甘之如饴。